成发现讲伊个五位熟人拢是用金碟变鬼的，所以就对伊起卡动手啊，还个金全了熟人出亏了。另外一边边，孔塞原来是丹娜夫人的小弟，伊用马祖伯求签诗，发现丹娜夫人有生命危险，想要个警告，也无一说唔相信。心香路遐啦，强要甜起来啊！安奈，人无做着，无好，我过来等个再抓好啊！哎，唔通唔通，你玉琴啊，心肝这么强大啊，你去危险啦，唔通搁去啊！放心啦，我家己说你啦，我说你呢。阿毛，你这嘛是伫遐啦？我面是有金马夹着，唔是啦。我是咧感觉奇怪，啊！你今仔讲话那一点啊袂空袂笑啊！我甲你讲，这人啊属鼠吼，都袂笑，心啊那是挂啊，你袂空啊。啊，回头我甲你讲，你也听无啦，有一挂道理吼，唔是戆人会当理解，吼、哦。就对呢，有一挂道理吼，唔是戆人会当理解，差这我就无理解啊。哎，阿你唔咧骂我，你落气啦，你是无听的。好啦好啦，你阿哥唔错啦啊。怎么样？我未枵啦。未枵嘛是爱食，人的身体唔是铁牌，你若是倒落去，是要怎教我照顾咱的囡仔？不行，有一件代志我一定要跟你讲。什么代志？我应该为了志明的安全，我袂当将代志讲出来。要安那无，玉琴一定对志明不利。什么代志？你紧讲啊！无啦，无什么代志。只是你现在已经有家了，我如果继续在这里，若是有人去讲闲话，你也有情生气就不好啊。有什么通不欢喜？当初因家有钱有势，就当让我吃死死，别项代志我会当忍耐，啊，不过明日对待你，我绝对袂低点点。小兰，别放心，这件代志我会替你解决，向你一个公道。尤心，我拜托你，你千万不能去惹尤心，啊，那无，咱是要付出代价，是咱一世人都无法度承担的。我知影，我家己有准则。尤心，阿忠。一定要我相信小人的清白，伊一定是知影真相，伊是上好人证。阿忠，小人啊，恁是离开陈家真久啊，
是安怎？奈阁走倒来？我是倒来找少年的，伊家失踪两三天啊，少爷，你敢知伊人伫倒？你放心，伊人真安全，即马暂时待伫我家。伊人伫倒位？拜托少爷，你带我来找伊无？你先卖着急，我会安排恁两个见面。啊，不过，还是帮我做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跟我行。对啦，是我叫警员啊，甲少年袂去查某警，代志是我做的。阿母，为什么你要安尼做？阿母为怎样要安尼做？当然嘛是为你好诶，敢讲我这做老母的人会害你心？你生下孤儿是我好，我问你。少年到底是做不了什么代志，不像你们在这里对待伊。奇怪，老人哪拢无辩解，伊是咧变啥梦？喂，上帅啊！少年，有心。到这马人就伫你面头前，唔免我甲你讲，你家己家问就知影。小莲，是甚物代志？你紧讲啊，讲我知影。是啊，小莲，到底是发生甚物代志？你只要当大家面头前哦，话讲个清楚，我是安怎样，甲你袂去查某经理。小莲，你紧讲，紧来啊！救我！其实吼，你唔免甲我开啊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代志，你看平安无事。什么重要我拢答应你。你只要承认讲，你捌做过一件袂记人的代志。什么代志？同甘。紧讲啊！我会叫老夫人袂去查某间，那是因为我趁你去外地休息的时阵，甲一个查甫人做出一件袂见笑的代志。少年，你是咧讲啥？少年，你。是甲想做啥物袂计小代志？甲阿忠，阿忠，我背后甲少年偷懒去无？我，你顶讲，你顶讲啊！也别给想砸我！是呀，是这样，你慢走啊！阿忠，真实的，以后若有机会，我会用我的性命来报答你。有成，你今嘛总会当了解阿母对你的苦心嘛吼？阿母一直哦，唔够你知影代志的真相，就是惊讲你去受到伤害。谁会知影讲我命运来创治人？你也是无法度来挽回。小莲，原来你不是听别人讲闲话，你是去要跟阿忠做伙，所以才找这个理由离开大家庭吗？小莲，是你。
少爷，好，你别再想去啊，再想去放歹身体。夫人，即马明仔处理。大伯阿贵个茶房，查某把他赶出去，永远唔准来打搅这脚步。是夫人。人讲家家独抓都是英雄，何有成对少年死心，只是玉琴的第一步而已。接下来伊安怎对少年赶尽杀绝呢？店主小心！我是拖带恁讲哦，人家开茶房就好，是啥好咧大出大意，人家拍卡的是？谁叫你做的？是小奶奶。你在看啥？玉琴，这边哪有可能？这件代志吼，我要调查清楚。你给我出去啊！是是。你敢知影我是安怎样要甲你开通这个茶吧？为着我，让我有机会私底下甲小阿见面，听破你的白贼话。不是安尼是，我是为着友情阿阿母家庭幸福，所以我才顾不将落来来委屈你。大家甲这歹心怪查某做伙，有啥物家庭幸福？甲我拍死我也不相信啦！是甚么歹心肝的查某？你安尼生哦，无影无一只的代志哦，唔通是讲规嘴，唔通是带乌白讲啦。夫人啊，我阿娘拄囡仔就来恁谈家，我的个性你敢无了解？我敢是迄种人？你敢知啊？少年你是安怎的生理跟我乱来？我是安怎配合你？敢讲阮做这下手的，就是种贱骨头，该用误会。不是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一切都是玉琴用自己的生命来威胁我。我跟少年才会讲白话，你们少爷，这不可能！你这么所讲的代志，我绝对无要相信。玉琴是一个这么善良、这么体贴、对我阁这么友好的查某囡仔，伊要哪可能做这款代志？一定是你误会伊的。夫人啊！地理地理不地心，空山话你也听会落去，迄签字拢表明啊，叫你爱小心，迄个查某会害你，啊那无，恐惊你再给难逃。拄只阿忠所讲的话，敢是真实的？不用的，我是来找玉琴，把代志问清楚。你拢知影，你的亲生阿母吼，已经照我的计划，派着通奸的罪名去用赶出去啊！是讲吼，我敢有遐尼简单就放伊煞？那是无可以，赶去家了，互人费水暖，受尽侮辱，我哪有可能甘？你讲呢？我已经派人出去吼，放下，讲吼，伊个白查甫人通奸的代志。想袂到，想袂到玉琴的心肝这样坚定。财产，伊都无分，我是知道你们吵得无白散啊。是讲吼，你无可能活到迄个时阵啊。起码你
已经无利用价值。我有可能留一个无利用价值的物件在身躯边，听着无？阿金妈，就要甲你杀死啊！你要偷啥人钱？阿母，乖，志玲乖。你不要误会哦，是志明伊无乖啦，一直哭，我唔知个。你来讲白菜，你头拄只所讲的话，我听足清楚的。玉琴，你要哪对付少年，我无法度管你。不管你也是要当我的孙，我是无法度容忍你哦。阿母，你即摆是老啊，反蛋啊，你是一个杂种人，你老要创啥？我才我这样疼惜你，你实在叫我失望的。咋咋你是安尼死？我当初的时候都无应该疼惜少年家有心，少年这个下贱，比人都早较好。少年少年，你看你少年还怎样呢？本来就无应该活在这个世间，你今麦活嘞，我就爱会比较气笑，也难为我要放你走。你哪害我？你这身体变态查某，你讲我变态？好啊，我来看卖啊，什么叫做变态？玉琴，你来害我，你来好吗？哎，志明好啊，你志明害我，玉琴，你竟然竟然害我，我就是要害你，你是男装。俗语讲，唔捌鬼请人看，唔捌人死一半。但老夫人虽然看清玉琴的真面目啊，但是敢无法度救志明呢？啊！玉琴，你真个好大胆，你还敢杀我？哟，我就是杀你！外面的人看恁当家是真请。你我心内拢知知，人家早就败了了，若不是阮倒上，恁早就去用债主变个走投无路，不杀你，搁拄好。趁你选老大的查某，阮陈家绝对无可能容忍你，我一定要叫有心甲你离言。阿母，阿母，有心，你这老查某，有心，来你。去害老查某俩个！我唔敢、啊。听着啦，我让伊一身看。去。走。去。这个敢是白建强那个查某哈？恁大家进来看，进来。哎呦，这是白建强那个查某哈。白建强查某嘛，应该带去用政治人啊。为了是要靠无目屎，要靠无路来，又想出外去收销。等老夫人只要夺命走出来，却去拄着少年。也不过少年都自身难保啊，伊敢有法度帮助老夫人呢？明仔载同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小路十八年。
销路十八年戏剧，使得社会民众误会黄章的厝内人，就是讲黄章真爱亲像电影女主角同款强烈态。后来黄章的小妹要向媒体来解释，讲伊娘子在世之前并无受到虐待。诶，既然诶做生意诶学袂共体啦，人来安尼斗啦吼，讲即个人就甲关咧啦，打关也袂落去咧。讲是兵啊来看到啦，消防员下令落来调查看有啥物人甲虐待。阮老爸也伫，阮这大姊也无伫啊伫啊哩哦，靠可能讲来甲虐待咧。黄章的小妹讲，黄章为三十外岁起笑，到了六七岁亡生拢无好起来。其实起笑的过程唔止十八年，真侪电影剧情也是风声放映。一段不可思议人生，可以变作电影甲连续剧上爱改变的故事之一。